民调高高低低，高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骄傲，低的时候不需要气馁，坚定着自己的步伐向前走，最后我们会赢回中华民国，也会哀兵必胜。因为民进党在两岸政策造成两岸兵凶战危、兵民战争，所以就延长了兵役一年，这也是不得不的一个选择。我要恢复四个月是有前提的，就是在两岸和平稳定之后，两岸当我当选总统，两岸建立对话的互信基础，台海稳定，才有可能恢复四个月。我非常谢谢王院长，从明天办了这一场支持侯友宜选总统的所有的朋友，尤其不管到场不到场，都是非常关心我的人，我都心存感恩跟惜福。谢谢每一个我的好朋友们，尤其谢谢王院长在这段时间的协助。